他今天很撸。饮料啦，我好渴。对啊，你很爱乱。爸爸。走开啊！硬要跟人家住。对嘞，你只能坐这边，坐一边的而已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很脏啊，把什么东西放骨这边？这是什么烂？那什么啦？不要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。喂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很脏啊？把什么东西放骨这边？哦，嗨哟，姑姑，姑姑，对，大大，胖胖，你胖胖，你要说我胖胖，你说我是胖胖，快点，你说你是胖胖，宝贝。你要带带吗？你要带带吗？自己带好不好？自己带吧。哇，好帅哦！带好，棒棒，说棒棒，拍手棒棒。姑姑带，好，说棒棒。棒棒，耶！第一排，耶耶！第一排，哎，你怎么可以打狗狗？你怎么可以打狗狗？再一次，第一排，你怎么不可以用力打狗狗？要轻轻的打狗狗，不是？走开呀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去游泳，我也有点回来了。肚子好很多了，因为我刚刚吃了饭之后就好很多了，可能是因为太操劳了。然后嘞，为什么会今天在这边开啊？因为就是客厅有开冷气，房间很热，所以我只能在这边开。热看。小鸡鸡被看到了，
好，那我其实有点想解放双鱼后，朱志成一直在拖小心思。有很卡吗？正常的，我觉得蛮不卡的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解放它吧。可是我也没升华它，我就要解放它是第六人吗？看你是谁啊？先解放头皮。抽风一大王。我擦大剑，大剑还有黄道行，基本上应该相当好打吧。我先解公分任务好了。哎，你们有人在玩弹珠吗？真的来多人吧？我觉得我抽的都好烂哦。这不是也太难了吗？难打死了，还好吧？展元说到巧巧了，展元说什么？我还没领欸，好，那我去拿。我不知道神魔送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很久没开奖赏了。我今天要认真，完全不想理你了，因为我觉得上次我觉得我有被侮辱。上次有人跟我讲说，你知道骷髅头是会死吗？我说我知道，我闻到二十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，玩到了266级，我真的不知道骷髅头会死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有那个叫这名字叫做越战越强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做风化珠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做那个赤康伯顿什么的。我玩到266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骷髅头会死，所以我觉得上次真的是有被侮辱到。你想要把？想要去让他再努力一点，就不好干。魂道心灵和真心者，为什么米迦勒打出来的字都是很新的心啊？好新的心，就像某人打出来的那个麦卡贝的贝都是那个草字头的贝，怎么办？这样就知道你们平时打字是怎么样的。像那个啊，米迦勒打字应该都打很吃力的字。
这样弄的那个，对我都是代打的，我完全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真的。那个肩带掉了，我实况一下就很困难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新鞋也可以开实况。真的可以量体重啊，我那么坑。因为我们家客厅有冷气，然后我们房间很热，所以我想说找到那个离客厅近的角落来看个很实况。如果在下面的话很容易被粗暴攻击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上面比较安全，因为它上来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他只要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话，我们通常应该是可以开得很准。来跟乌鲁小乔。哦，我的 FB 名叫做小飞机。吃胖辣简单。高，怎样？像是身家调查是不是？还问我一个月赚多少的意思？请问你多高多重？什么有没有做过身体健康检查？请问现在身体年龄是多少？你说不只是年龄是多少，是这样子吧？如果他在看那个料理书，然后他就很激动。蛮高的啊，就要看料理鼠王，你们很烦。真的，哎，我见面会有趣吗？我存在感超低的。现在这个有那么难打？连奥丁都打不过，是不是？一只龙都打不过了，龙队友这么强势。人家看到你鼠王啊！很卡？有很卡吗？我这边看明明还蛮顺的耶。最讨厌解释，就不觉得麻烦。小飞机，那个谁有贴网址给你啊？米加勒有贴网址给你啊，你自己看。
好啦，其实我改名叫小鸡鸡也可以。我们去打这个好了。是最早的一个。天气真的好热。好吗？试一下怎么可以用丢的？这怎么看蛮顺的？因为我城市开太多了，看一下 AirPlay 的地方，好，应该是 AirBrain 接线的问题哦。我觉得那个记忆体真的很大，弹珠记忆体，我现在真的会卡，很容易卡卡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可以删很多东西，都有用，怎么办？好，这个啦，这得用，下载也都没有用过，啊，这个也没用，你刚刚看啊，我妈要听她的，我妈要听她的儿童节目，她要听 Nemo 了。放个屁！哦，爽！我买那个，我买那个蛋，我买那盒拼图给徐子成吃，就是被我妈变成我妈的儿童玩具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妈还不给徐子成吃，过不过分？
还不准 Q 宝呢。这个挺跳。然后 Q 宝也很 Q 宝超故意的，他就一直干扰我妈。我妈现在不说他。被打呀！越虚自身的，他一直用卡车去拿我妈的拼图，然后就很生气。然后因为我妈一直忽略虚子成，所以她就生气，她就是拿圆圆去弄她。哦，圆圆是她的玩具，是她的熊猫。她应该在测试我妈的耐心力有多高。啊，要去滑蛋。奶奶有了拼图之后就不理智宝了。哎呀，有点可恶，这个血量应该是不会啦，可是又打不死，打死了，重来一次。机体怎么重启啊？黑黑黑，不要去绕奶奶，你会被揍哦。他好可怜哦。他在发脾气，你看他，你看他赖床，因为我妈不理他，全世界都没人理他。他超难过的，好可怜哦。这个血量吓谁啊？先把你杀掉。哦，幸好。我要生气了。又没新珠，吓谁啊？被骂了，去查哈哈。
因为我妈还没听完，她听了一个下午都还没听完。可是越打越想先揍他，吃过这个闷亏，直接跌到局。宝贝，过来哦，来找姑姑玩。宝贝，来找姑姑玩嘛，好不好？宝贝，他要卷你都不理他。徐子成，过来，过来找姑姑玩好不好？过来，姑姑抱抱哈。他就是要你抱他，你很奇怪耶。
是如何攻击的？然后我们有按住吗？好大欸，啊，我其实我还没准备好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怎么办？烦死了！啊！这样子好了，不能开智能猫什么？哦，那个光珠啊，你打的是他吗？啊，差一点。
我先去拿行动电源，等一下。别破坏！这本来就不玩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我这里，他很自卑。他都不看下去，你不陪他玩呢、啊？你很奇怪哎、欸。他就想要你陪他玩嘛。好棒哦，翅膀！宝贝，来找姑姑玩好不好？没事吧？进入服饰。宝贝来找我玩嘛，你很奇怪。他就不要，他就硬要他奶奶跟他玩，他很奇怪的这个小孩。然后他去宝店很恨我，因为我买了儿童节礼物给他，然后从此以后呢，他从此以后奶奶就不理他。他说：“我才不要这个儿童节礼物。”奶奶有了这个儿童节礼物之后就不理我了。我只想找到你妈妈。我真的不会转那种图哎。好可怜哦，现在边边玩车车，因为他奶奶不理他。
有屋主暗主了，四转有屋主忘记了。他又被骂了。钱钱钱钱不是车车，他不知道钱是什么啊。哦，暗珠好多 哦因为金木珠对不对，是哦。强化腐蚀会减少，太好啦，血没有强化腐蚀啊。宝贝来找姑姑玩好不好，宝贝。宝贝你就是不找我玩就对了。果蔬不能被消除嘛，那我就隔蔬，这样隔好吗？我死了，救命嘞！好多人，我想要开弹珠多人欸。哦，好哇，这个天降火柱不能被消除。好，大家好，徐子成，你不要再去弄了啦！你奶奶就要生气了，你过来啦！你跟他讲，他也想帮忙啊！你不要打自己头。
他被罚站，因为奶奶不理他，所以他被罚站。好可怜哦，怎么办？因为我奶奶，因为他奶奶不理他，然后就激怒奶奶，就他奶奶就生气，他就被爸爸打了。啊他有的，是哪里会继承啊？不会对不对？我以后再也不买拼图了。因为他好酷。OK， 嗯，哎，小心，应该没笑到。敬我猪，敬我猪，敬你的老师。不理他。
费打一下是3000，思考一下，防御力3。对不起，我点错了，我是要开别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是要开别的。生气了，太生气了！我点错，真的没有要开安卓的意思，我真的是想要开双子和魔，我真的没有开安卓，我点错了，觉得好难过。就是开了就想试试看，你知道吗？那也是徐子成拿的。你问徐子成拿去哪里？也是齁，我太高估他了。徐子成要被罚站了那个，然后被打死。重来一次。居然没人聊天了，哎，好可惜。没有了，他是做梦。
给点力嘛。这样脚好酸，所以我只好这样做。一二三，走，四五六，七口，七八九，我们是怎样的？怎样的？是怎样的？怎样的？怎样的？快哥，你们。先杀你，杀的片甲不留，流血。哇，天降成这样，万一没有打破它，我就完蛋。好，那这边是风化区。哒哒哒哒哒。你要上来陪我了，宝贝。蛋吗？我觉得好难过，眼睛好干。
好，再一次。我决定听个音乐，一定是因为没有放音乐的关系。拜啦，有人在这留着。来 ，KK Box。拜完的女的。徐妈，这个你喝喝不下，喝上半杯。你可以陪徐子成玩了，因为他还一直叫。认真，不好笑。不要逼我拿酒出来。北部怎样热？热到个靠北。世界已灰飞烟灭，而爱却未凋谢。不懂什么难的，应该是没有难的，为什么？应该是很简单才对啊，我实在是不该死，自己就这样子。今天的夜晚是没有离别，今天是没有离别，天空和我的中间只剩坚韧的思念，如果相识不能相恋，是不是还不再见，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，一步步曾经，一步步想念，在这下的永远，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，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，一步步走过当时心愿。生命背着我和我的诺言，一起进化的路线，对着不敢的旅店，一声晚安却又含蓄泪腺。时代广场大家可以接受了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要是石头过关，我觉得你现在就瞧不起我，我觉得你现在很认真的瞧不起我，不吃到就不会吃石头啊，吃过，吃过，瞧不起我只有十颗石头，你就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不能当石头，因为我只有十颗。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，你却占据了每
不舍恋在这双眼，在充满你的怀里里面，我独自流浪在这缠绵，一步步走过当时心愿，半卑微，爱却朝着半装脸，我要为你爬上最深山巅，走过最艰险眷恋，一步一步穿越。我抓到一个重点知道吗？抓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重点就是不要转弯处，它就会停掉。相信我，穿越你看我就没有转弯处，结果他也没有掉。太久远，谢谢你的好棒哦，我会关门哦，你最会，你是一个最会关门的小孩。跟大家 say hi， say hi。你会转吧？不行，这个不能转。当没转去，坐好。不行。如果徐子正，你这样果果要吃石头呢，这样好吗？你的手，哇，好棒哦，晨晨！哎、欸，你才转两康，你没有天分啊你！你知道人家烘焙王他那个什么，都是从小就有天分的，我看你是没有的，你不是烘焙王的角色，也不是七龙珠，也不是悟饭，不可以拿姑姑当花束，你去找奶奶搞破坏，快点！痛不痛？痛。痛吗？痛。你痛就要记得这次的痛，下次才不会再犯。好、哦，奶奶不见了，奶奶去溜滑梯了。奶奶她要去溜滑梯了，去找奶奶。快点，奶奶她去溜滑梯了。终于解决她了，然后我也快被解决了，我觉得好累。如果被解决了怎么办？三组够吗？好，够。转不过去，小温柔，差点就过不去了。是网吗？欸、它是网哎、欸，哦，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是怎么办？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才好嘞？读个写吗？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太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的时刻。是吗？中古世纪的。哎，可以开朗说烧火猪哎，你怎么不早讲？正烦你不早讲。萧龙客不早讲，烦。
去吧。到底要卡这关卡多久？我会不会开这关开两个小时？剃刀上面看到，好像是延迟啊。等一下，来找姑姑。好，那我们先玩弹珠好了。等他爸好，那我们先玩弹珠好不好？哈，你有吃过士林大商场吗？有。你有哦？那你有吃过正藤大表烧吗？有吗？有。你也有吃过？你吃过好多东西哦。那你有吃过韩国的泡菜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有吃过韩国泡菜吗？你干嘛？你今天好忧郁哦。要弹珠吗？弹珠吗？你会玩吗？你会哦，你这么棒吗？你那么棒吗？好，不行，你这边过不去，你要绕一圈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下一个预算简单的奖励关卡好了。伤痕与伤痛的气息。你站在被骨柜里面泡，给你玩弹珠啊！君臣，你到底不要玩那个啦！你不玩骨骨要那个喽？骨骨要玩什么喽？我跟你一次的幸运，说不定永远很容易。困难的只是好棒啊，宝贝，宝贝最棒了。那你玩这个，你玩这个，拉他这个人。哇，你好棒，他打乌龟，乌龟，你好棒哦，这个再拉一次，拉。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，宝贝你好厉害，你要会打弹珠哦，再一次。哎，不是太用力了，再次。哇，你看它飞了，你们很厉害，棒棒。棒棒。再一次好不好？等一下还没好，等他走路。好，再一次。加，哇，你看他打他好棒哦。对，这样子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哎，哇，我们家徐子真好棒！要不要再一次？
茶在一起。一二三，哇，好棒啊！你是最会打弹珠的，你是最会打弹珠的，我们是弹珠王。我跟你讲，小时候最有料理天分的叫烘焙王，有那个超级赛亚人天分的叫超级赛亚王，你就是弹珠王了，你是最强的弹珠王。弹珠王有时候你可以喝饮料吗？要被你爸骂了。哦，弹珠王不能喝饮料。弹珠王你不能喝饮料，你爸会骂。不行，弹珠王你要先把这个关卡破完。快点，弹珠王，把它弄完，拉它，快点，对，快点拉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乌龟死掉了。你真是厉，超级厉害，弹珠。好，弹珠王 ，OK， 弹珠王你喝太多了。好，弹珠王看，这关是很厉害的关，弹珠王。哇塞，有一个反伤害饼，我觉得你超强的。这种隐藏关卡你都弄得出来。好，弹珠王你要先离开是不是？他要讲空告。不好意思哦。跟你讲，弹珠王在赶广告。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还多。走音。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我觉得弹珠王根本就是三分钟热度，跟他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双子座的。头发也太长了吧！昨天有人拜托我帮他实况那个拼图，我这样子也算是有帮他实况吧。他因为他的拼图害我们家庭失和，这样算是正面的。姑姑，你的演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来，他给他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谁？宝贝，这是谁？圆圆吗？他是谁？圆圆。这是车车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圆圆吗？叶叔。姑姑的。姑姑的。蛋蛋。对，蛋蛋是这样，蛋蛋。这个是谁？圆圆吗？这不是虎虎，这是圆圆。孤蛋啊，孤蛋啊，孤蛋。不是，要拉开来。哇！书法好棒啊，好会戴耳机，是戴耳机王。书法是戴耳机王。我没有说你。走开！你走开啦！
爸会骂我。看后悔一下呗。徐宝，你把你圆圆拿走好不好？耳机王是你，走开！不行，你把你的车子和圆圆拿走。哎呀，把你的车子和圆圆拿走，放口袋好不好？可是你怎么没有口袋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这是 taxi。下过大雨的午后，走过熟悉的你家门口，回忆涌上心头。圆圆，这是谁？你尿尿了？是不尿尿还是大便？不然你怎么摸小鸡鸡？怎么了？撞到脚脚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多少次大口靠，哦，有淤青哎！你看，为什么你每次都用膝盖走路？哦，圆圆，圆圆呼呼就好了，圆圆呼呼。嗯，不痛了，不痛了。还是痛吗？还是我们明天就走了？教师傅帮你推拿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明天叫师傅帮你推拿，你觉得好吗？然后再请教教一个消息，一起行中药浴 ，OK 吗？OK 吗？明白。明天带你去中医看。哦，很难打呢。你这压力好大啊。我觉得我要认真了。你总是狠狠去盯我，去盯我对你爱的那么多，多少次大口呼呼，多少次我叫做你说天生可是会把你想的心牵走，我毫不犹豫的亲我，我说难不难让时间停留，在你还没放手的时候。当我想起你，怎会停留？当你开心的时候，也是我快乐的时候。当你难过，我跟着难受。当你说你爱我。
跟着他走，我说我还能说什么？先干掉你。人生分分合合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命运的新景色。哦哦哦哦，烦情都释怀了，关关都迎来了，憋屈都圆满了，每一个争执都变成和平歌。哦哦哦哦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谁是谁非，谁又亏欠谁了？这什么？反正错了，反正输了。你说蜂蜜醋吗？什么？三五啊？那超大杯啊！经验区工作旁边。啊？哦，你说在这边哦？徐子才拿给我喝的。伤心的人变成难歌，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就是我们把火柱转到上去。这谁转车掉下来啊？真是个烂方法。我被骗了，我被我自己骗了。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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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不适合，此刻不得不去关注他了。而且还跟我这样子，我怎么办？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
你曾问我为什么调皮，那我先把这拍下去然后做区隔啊，不行，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，怕两趟也带不走的话怎么办，所以我们相知相惜，相遇然后相爱，有人创造奇迹，相信基因决定，决定我爱你，超级恶心，但我很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你传递，等待来电是每个讯息，哪位啊，哪位，我怎么不知道，你哪位，十分钟后见。相遇然后相爱，最后相信基因决定，决定我爱你，超级恶心，但我很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你传递，当爱来的是每个讯息，编他，我又没办法编，可以编哦，服我哪能编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应该是，以我的猜测程度，我觉得他一定是高国峰，因为刚刚伟晴，伟晴有出现，然后上官也出现，所以就觉得是他不错，而且还有那个都有出现，一定是高国峰。许多话说不出口，文字让人更加迷惑，祈求上帝帮助我，一个拥抱就足够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握着你是我的手，在我面前是你的笑，少在那边转换，希望在你身边的在我面前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害我被打了一下，期待又落空，每分每秒都是种错过，就说你冷静，就不要被我发现嘛，你看你前科太多了，说到我的内疚，许多话说不出口，
前科海上帝帮助我，是我不是你为我，超聪明好不好，拜托啊，到你来高国凤低能儿哦，我没有讲脏话，我只说低能儿哦。你看他现在没出现了吧，我一说就没出现。我聪明到天，我聪明到不行。然后八龙一定是悄悄的小孩吧，应该就是吧。就会错过了一生，我超会看人的好不好，拜托我超会看该更诚实的面对。你知道我是哈佛呀，我去看过哈佛呀，以为时间能溶解你的心固执的相信有一天你终会清醒，却怎么贴近都只能一人前进，也许放开才能抓得更紧。我想我是真的可以放弃爱你的人情，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，我可以接受我的宿命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在同真心的祝福你，爱一个人需要勇气，听说歌有一种勇气就叫做放弃。低能儿绝对不会这样子，他已经拍双翅膀。相信有一天你终会清醒，却怎么贴近都只能一个人前进，也许放开才能抓得更紧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想我太懂了，拜托。可以放弃爱你的人心，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。他手机要告诉我我是真的爱你，再痛也会真心的祝福你。爱一个人需要勇气，听说过有一种勇气就叫做放弃。该怪你不够坚强，还是我太怕受伤？我超强的，我会多聪明我。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，我可以接受我的宿命，我
我是宫崎月童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的，我还以为是越战越强耍我吗？你家的白，见人就是矫情啊！我跟你。不是你的话，我不知道，不过一定是你。没有风，没有梦，船无法远行。怎么办？还不跳？我只能在雾里找翻云覆雨。不管他有没有恩耀吧，为什么他恩耀跟小叮当家？梦里我焚烧了我的羽翼 ，baby， 我已断去所有退路，化为灰烬。如果梦境直到黎明升起。Baby， 我仍决定让泪偶一复兴活力，你都痊愈。看啊，为什么不看？看你来自哪里？就算来自南非的话，也可以看。怎样？什么规则？今天其实最后希望。
比清晰。好，又何必清晰。好，最就是六关哦，蛮讨厌这种。防御还有600修。不过很忙，不要跟姑姑讲话。是什么了？好凉哦！哦哦哦哦，不错哦！来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！换你了，换你喷我，喷我，喷姑姑快点！打什么打？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就这样。不可以喷电脑。喷我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就我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，浪漫的不可，你也轻轻的附和。你是你开眼肌肉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被打一下多少次？用时间。你要喷你还是我喷？你喷我吗？还是我喷你？爱情有多甜？按这边，按这边。你会喷吗？去喷奶奶。已经约定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。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怎么办？他打下多少？他打下多少？我会喷什么？打下多少啦？你开满寂寞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是你让我看见半空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风格，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。是你让来雕刻，你可以用肌肉。姑姑，可是你喷了你会感冒呢。圆圆，你干嘛喷圆圆？因为没人陪你玩吗？你为什么要喷圆圆？喷？什么喷圆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玩起来，你喷他，你喷圆圆好不好？你也只能喷圆圆了。喷圆圆，快点！不是的，你这个要对着他，不是对姑姑。你不要假装你要喷圆圆，就喷姑姑，好不好？阴险！好。谁说 Q 宝是屁孩？抓他！不小心鼓鼓巧巧我就很突然就很饿，我好想吃饭。
会很难哭。多些朋友的安慰，一切都不是错觉。徐子晨，你要玩弹珠吗？弹珠王。感谢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你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好，我又怎样漏点？留着过去的照片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内裤不就跟泳内比基尼一样吗？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。哎，有没有人跟我多人？你们可以连得到我多人吗？还是我 TFB 你们可以连得到？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地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我不喷喷圆圆好不好？哦，好冰啊！哦，好冰啊，好不好？乖。你喷电脑干嘛？揍你哦！好难喝哦。哦，那我贴 FB 好了。手抽，你是说单弹珠吗？手抽，我觉得很难抽呢。有人要开吗？哦，我先开好了。开个超难的好了，九级不够哎，好了，开级的好了，级的打过了呢。谁把感觉突然间全打开？啊，用那个来不及学会，不能用。用来分辨，然后我再把它贴给你，我觉得很好。带着不安，干嘛？冲动摸索。你要玩单位弹珠吗？我抱好一点啊。哪里？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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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那里。
好不好？不要喷姑姑，好吗？宝贝，好吗？加入红衣条条后援会啊，因为我如果随便加别人的话我会被骂，上次已经被呛过了。怪怪的，没有没看，有终极版有，好看呢，看没有哎。电用太快吧，来不及充。离开你的城市，回避你的忽视，快一点，慢。只愿记得你每次，像很在乎我的样子。那些爱慕你的日子，你送我的。
的生日戒指，每当想起一次，都是生命巨大的讽刺。谁明白爱其实很残忍，勉强抱着却却拔根了，从那么炙热到头来不闻不问，受了伤怎么承认，最残忍的是爱走远了，被抱着回忆不肯认了，最温柔的都冷淡了，承认你的局外人，最远的那一个。我看我手机，太吓坏了。这样一个人的日子，偶尔隐隐作痛的字，每当夜里痛醒，而为自己哭过就没事。谁明白爱其实很残忍，勉强抱着却觉得更冷。关冷气，我觉得好热哦。怎么那么炽热，到头来不闻不问，受了伤怎么承认？没事啦，我只是问一下下有没有。啊？没有开，没有关哦。最温柔的都冷淡了，成了你的局外人。有没有怎么样？一个，说好要一辈子，请你的真名字，眼泪提醒我该到此为止。我的感情有时你的无法解释，终于失去彼此。夜有开冷气。你给的爱情是很残忍，天堂的哎，我们会死呢。炙热到难以复合，说谎都那么诚恳，为什么爱已经走远了，为你爱对我心里放狠，最亲爱的最冷漠了，我们不再拥抱了，永远的陌生了，最亲爱的最冷漠了。不好意思哦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我一下，有点麻烦。幻想自由奔跑，我选择离开你幻想中的美好，因为我值得做回自己最好，不需要为你化妆，好像我是你想要。你要那个谁烟熏的夜啊，死了，梦之间只准看着你的脸，否啦，烦欸。你爱那个谁踩着高跟鞋，每日每夜只能跟在你的身边，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，怎么会选这么出来，走不需要对谁宝贝。好，那我们来打罗好了。我不爱，伪装不爱，也不后悔。好久没打了。身边里说再见，我们再也不要见面。因为我值得对自己再多爱一点，只为我值得欣赏所有的美。像那个谁，你要那个谁，爱慕的眼，从头到脚把你都看清。真的还讲的会死，你都蛮强的，而且都神话嘞。是你的嘴脸，也像白昼
阿福会打是什么？可以这样子哦。就是玩魔工的那个咯，就是很适合玩魔干干咯，有个满的。请先不要加我，建立对战，那就选个打个一场，密码是今天日期好了，2015-04-05。经历，怎么满？网络有问题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再一次哦，进不去啊！是没更新的这样。什么东西？